哇，这个篮板球没有保护下来，哇，这个球是不是要犯规？阿米直接切到底，哇，这个可能犯得太慢了哦。那这会是一个出手的犯规哦。是，塞瑟夫一直在跟斯伯恩讲，为什么不去犯规呢？这也是斯伯恩必须要学习的一个经验哦。最后等他已经要攻击篮筐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是，其实这一球可以避免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在中场休息前，